这样吗？中间这个就是说两边可以放，但是这边如果你把这个放在那边呢，就不行了嘛，它头去不到那边了。就说我们这个选一个，这边是右是吧？右是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吧？是不是？哦，右。哦，对。我们的这个冰箱呢，我就给它一二三。这里呢是一个供料的一个物料库，如果你原来里面有这个物料的时候，我们直接选上去就 OK 了。如果没有，那我们就又做一个，新做一个上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物料库嘛，就是说你双击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物料库的里面去。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给他，这样他就有了。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位置对，因为我们这种找。对于这个正盘来说呢，它的位置它是很灵活的，可以随意这样来动，在哪个地方动哪个地方。如果安装 SMT 那种，它会固定，就是五个 mm 移动左右，它就动不了了那样。那我就是我照一下这个，